大家好，我是采马小庆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聊一下这个大佬啊，李嘉诚。最近呢，媒体爆出他花了395亿的人民币收购了英国最大的连锁酒吧格林王。从1990年开始呢，他在英国投资累计已经超过了4000亿人民币。媒体都说他买下了半个英国。那李嘉诚到底为什么会选择重仓英国呢？先从最近的操作开始聊啊，他为什么会收购格林王？首先我们得明白李嘉诚的投资逻辑，他现在企业做的这么大这么多元化，每个业务承担的任务是不一样的。比如有一些业务虽然有风险，但是未来会博取一个比较高的收益，而有些业务需要稳健给他提供稳定的现金流。这次收购的格林王就具备这样的特点。这个格林王呢，是英国最大的酒吧零售商和酿酒商，在英国有超过2700家的酒吧、餐厅和酒店，大多数都在市中心的黄金地段，而大部分呢都是永久的产权或者长期租赁的产权，可以说是非常保值的资产了，而且还有不错的现金流。李嘉诚呢，向来是不打无准备的仗，他旗下的长江实业啊，其实从2016年的12月开始就开始战略投资格林王了，此前还曾收购了136家酒吧，并将其租给了格林王集团，获得过价值不菲的租金。那这次肯这么大手笔的操作，也是因为之前做过验证。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，比如现在英国脱欧正闹得欢啊，这个英国的汇市、股市以及房地产市场都是一片惨淡。对于很多专业的投资者来说啊，现在刚好是进场捡便宜筹码的好时机。另外呢，李嘉诚投资英国这么多年，跟当地政府的关系也是不错的，这些对于收购当地的产业肯定是有帮助的。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呢，李嘉诚之所以在欧洲置这么多的产业，主要是为了方便儿子李泽钜来接班。毕竟李泽钜是在西方接受的教育，之前大部分成功的经验和案例也都是在欧美的国家。